这个 link 给他们，再叫他们来看一下这个。You are live, oh yeah！ 好，来回到刚刚那个地方，可不可以 zoom in zoom 一下？我们的 your video， 这个。对，你一样把这个 link 先这个，对，你一样把这个 link 先这个，对，一样把这个 link 先这个，对，一样把这个 link 先这个，假，一样把这个 link 先这个，假，一样把这个 link 先这个，假，一样把这个 link 先。啊，我把它关掉了。没关系，还在，应该是还在 live 的。哎，我的 WhatsApp， 看哥哥在这边看这个游戏看嗨了。啊，怎么了？哎，左右。这边看到的是这个，但是你看在上面的看不见。哎，对吧？对，因为那个是那个屏幕的。啊，对，这个是电视。对。Test two。Test three。Test three， 不要 Test three 了 ，Test two， 那是你跟我而已。要不要什么？所以 webcam 还是需要一个，最好还是要一个配合。所以现在看 Steven 这边这个。等会儿。如果我们现场聚会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投这个屏幕的嘛？对，不需要投，不需要，对吧？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看到的话，它还是正常的。对，看到的话，这么几面看的是正常。对，这边有 live 哈。这么几面看的是正常。但是我现在这边有 live 哈。这么几面看的是正常。但是我现在这边有 live 哈。这么几面看的是正常。但是我现在这边有 live 要开始。但是我现在这边有 live 要，到时候我们还要到时间问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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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我们还最想把那个场面声音放在前后，最想把那个场面声音放在前后，最想把那个场面声音放在前后，最想把那个声音放在前后。我在看你，观点，对，就是这个。那我这样子，对，还是这个还在。那我现在这边打开，大概试一下。没有这个，没有了，下面有杂音。好。还有。在现场可能是这样子。你刚发的是哪个群？我刚刚还没有看到叫 Star Streaming， 这么小一个按钮。对。Star Streaming 要在电脑。为什么不把一颗大的放在右上方按上去啊？所以他这是用电脑。这是。他是用电脑的。但是录也行。Studio Mode， 什么是 Studio Mode？ 测试一下。哦。Preview the program。哦，可以同时看。专业的那种。有点专业了哈。Setting。但是我刚才用电脑做不出这个。Studio。电脑不行啊。电脑，因为他说你那个 camera 在使用。哦。所以他就没办法，所以电脑的话它要外接 camera。对。我们就不需要搞这么专业，我们只需要。视频，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呢，你是到时候怎么架这个？这个呀、啊，这个叫那个可以用那个，你随便拿个书放后面就可以。但是后面的字还是看不清楚啊。对，还是不行。所以估计还是要用的 webcam 会比较适合看到的。那、webcam 也是1080，也是跟这一样啊。也是那啥、啊。对。对。除非那就那个字的话就你看这边写我 CPU 只用了5%。然后这个 video 是蛮速度还蛮快的，就是很 smooth， 就是60个 frame per second。对。然后我们现在来这样子。你这个后摄像头可能比那个电脑要好一些。还要再好，这个还可以调颜色的，这边还可以调颜色。那这个弄完之后，回头就只能你复试了，你知道吗？就很专业才行。哈、很专业。对，你看 config video。我们还是要用到傻瓜式的。对，应该简单一些。还可以调 white balance。你觉得这有点，这个有没有太惨白？太惨白一点，我可以把这个 white balance 调一下。对，有没有 high 屏？它这可能是不是需要后期，比如说节目录制完了之后，后期调完之后是吧？然后现场，它这个是现场。对，想能不能调？还是要自动的？
哦，你看都不一样，对，我把它去掉，它不是自动，是 auto， 嗯，就不要自动，这样子，这样比较暖，这样跟我们实际上的其实有点像，更近一些，更近一些的，嗯，然后还有什么 ？Back Light， 现在看一下这字能不能看出来？好，啊，这样子字可以，这样子字比较清晰，这样可以哈。然后我看我手机，那可不可以再啊 ？Tab。那个，我那个气死我啊！啊手机那个，手机那个软体不能，那个声音出不来。啊！你现在对着那个字啊，我看一下。对。我叫大飞哥，看能不能把字看清楚。是想把声音关掉啊？还是挺模糊的。啊，对不起，还是没有办法。还蛮模糊的哈、哦，那摆在中间嘛。你看看站到最后面这边，是吧？好好好。要站在那个角度。这个伟大，这个焦距的问题，不能站在焦距下面。对哈、哦。谢谢啊。所以他上面就是用到那个柱桥。对，我再把字体拉大。好大。这个剑桥，这个桥，你看。Camera control focus。还有什么焦距失去焦距了？对，还是不行。好，我来试一下 focus。啊。等一下啊！哦，不行，太花了。不行，越来越模糊了。哎，可以调。这可以调。越来越模糊。对，现在越来越模糊了。再调点，越来越清楚了，这是可以调的。对，是可以调，我在这边调，样子不，这很细，这做的这么差、啊，你。哎，这样好不好？现在已经最理想了，这个。你再看一下，你要等十秒钟，你现在好一点，有没有？现在好很多。对比刚刚好很多了哈。但还是很累。我看一下。长时间看还是累。那你就要把它放到大电视呢？那有些人没用。这，可能因为你那个摄像头还是可以调焦距的，你知道吗？对对对。它是那个 app 里面的，你刚才气味导出来那个。对，那还是会受它的硬件影响。啊。现在就已经比刚才轻了。哦，还有。又不行了哈，因为我又把它调过了。是因为你看调现在这样子。对，因为它那个其实它自动最好了，它是自动的，自动的就是根据对对对，所以我就不要理它了，它自动还不错。对，那这个应该就是啊，它就是这个充的，对，受限的那个硬件儿，限制，还是限制，真的厉害。所以这个可能，毕竟说家里面还是要背诗歌跟圣经。对，嗯，这样的话。不行啊，没办法看上去。不行啊，这玩具好好玩啊！啊，我最想要，我想变小变成儿童，我们赶快去玩，好吧？我把 contrast 再加多一点。你看有个小孙子呀，多好啊！啊，我去买你的。Hugh， 而且这个字体已经放很大了，对，已经很大了，还是。哇哦！调地方呀！哦，这个乒乓桌哎，买一个可以前后调的呗。放在乒乓桌上面。买一个那个，你看。有 color 吗？啊，买一个可以前后调的那种。乒乓桌。再见，买到。两百多。两百多是小白，也不贵的，几十块钱嘛。买一个。好，再看一下，我把那个，是想我把 sharpness 弄出来一点。完了之后就可以接在电脑上面，到时候架子才行。啊，需要调音设备。调音不需要，它摆在乒乓桌上面。会有那个的话，就是在打一个双响的就会更好。我
好，这样子我是觉得零条最理想的。最理想的当然还是吧。嗯、我看一下。这是可以读的啦，只是那个手机的萤幕比较小，对不对？最大的。我就不要动，因为我一直在动，它那个。对，当还是看不是很清楚，我的眼睛看小字就好了。那就年长的看不见。那我们打那个字幕的时候，投影的时候要把那个诗歌的。数字台数字放在这边，对，中音的放在这边，这边可以就用中文的，就可能还需要一个人在群里面有互动。对，可以把我们那个群那个把诗歌打进去。现在是哪一首？对，因为你每次比如 WhatsApp， 他每次打的时候，他有时间显示，因为这个时间是哪一首诗歌，嗯，你就打那个诗歌名，那个哪一首就好了。对对。中文多少，英文多少都对，这样就可以了。它毕竟是受限于这个硬件的，对，没有那么大的那个条件。嗯，所以可能我以后长期这样子的话，先用 Coder， 或者先用那个 Webcam 先试一下。先试一下，他们玩这个不用。对，试一下。Coder 是挺好的，你要不要测试一下这个 Zoom？ iSpeed 是监控的 ，Zoom 试一下。不知道声音他们有没有讲清楚不清楚啊？声音很清楚。OK， 好，好。所以现在唯一就是没有办法调景深嘛。哎呀，这样的话他手好酸呐、啊，这样子。一直想这样可以，这样可以，不。哎，现在太危险，太危险，会掉。哦，这样会掉。或者他可以这样子。哦，没有，他其实是斜的。斜的，他是斜的，对，把它弄斜的。斜的。好。还行。我锁紧，但是比较危险。嗯，就一个人站在这边看一下。对。哎，这个你看，那个吧，在旁边站一下。那个麦克要接进来吗？还是不要？先不用。怎么样？那个爬上去还是不行的。哦，好酸呐、啊。哎，917862535803退群了，这是谁？真的？哪个群？在那个869大群里面。我猜吧。917。Wendy。Wendy 是哪？接力的。
里边在直播啊，这边在测着速。嗯哼。看着安迪这个年轻的照片，真是能感叹岁月是把杀猪刀。那时候你应该十八九是不是？没有啊，这前几年比赛的时候唱的。那你这个肯定是那啥了吧？有化妆啊。啊、哦，也是了。何德华。对，真是。何德华。哎，副手是李定浩哎。他是何德华。何德华。啊。哎，这火车老火车了。还有。嗯，还是针对放的地方都这样的。哎，等会儿别再说了，看能不能有这个纯正的吗？有好多种火车头，哇！玉兔吗？这买到新的了，密码啥？有存储功能，都是中国。100块要错了，中吗？不是，我说这个吧，中。那你现在三亿哇，我们这设备最棒啊！我来，你可以放去用我的。对，我刚才登录进去了。对，现在用八。嗯，好棒哦。八六现在是就是。我想买一个。等会儿我查查密码啊。嗯。我把这个东西搬到楼下来。是。我工具没地方放。先搬过去。对。哈哈，这里可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带进去。嗯。先要搬一个火车，搬一个地方过来。密码换了吗？没有换，我的意思说，刚才你们试几次都错了吧？你看要存储密码是吧？啊，点安全系统，安全系统。那个 HiSpeed 在旁边休息，现在这安全保证在里头。哎，阳光好，对不对？没了，可能还要先注册，因为这没有三，没有。你现在用 Google 的账户的话，可能他要先三。对，你先设定 Google 的账户吗？因为我刚才是用我的、哦、我个人账号是已经注册过了，那个Zoom，所以他这个还没有注册过Zoom的，应该你要先注册。哎，所以他现在还要三。他现在让你用 Google 的账户自动三，但是现在发现是错的，什么都会。再测试的话，可能你 Google 账户就错了。应该有办法可以看到那个在这里边存的那个密码多少。今天学到什么？尖鼻子的是跑快的，高速火车；平鼻子的是 local 的，是不是？是还在啰嗦。所以孩子聚会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讲一些那啥。对，这个也好。那下次我来讲，也教你们，对 ，common sense。对对，带着小孩没有的。哦，有 battery， 怪不得他会跑，对不对？哦，特别积极的。你看，哦，有概念，嗯，这个平头的跑不快，然后上面，哇，这个密码，对不对？就这人看得很好，我好想这些火车。我老是把它反过来，因为前一个画我，它是棉装电池，你看，在装电池的。那这个 Zoom 的话，我就可以直接用 Google 的账户。好玩。我在网页上注册。好玩。对，注册，还要先注册。快点。对，还要先注册，但是注册就跑到这个。等一会儿。
蛇。我刚收过我的下载，你卸载。他不支持的。婆婆。我有人把他弄了，不是婆婆，是爷爷啊。爷爷。那个把他弄成那个什么流氓软件了。嗯。爷爷，他现在用。又开始了。对，他现在用小的。什么东西？小的电池。小的电池啊。真的车子下面有什么？底盘。有底盘，哎呦，底盘你还会讲底盘呐？啊？哈哈哈哈哈！厉害啊！这底盘呢？啊？这已经落退步很多了，这一年退步好多。底盘。好快呀！要是常常讲英文的话，中文就会退步。对，在家里面只讲那啥嘛，毕业才讲中文。去学校就讲了，对，线上讲不讲，去学校讲了。去学校多了以后，中文就不讲。对，从小在家里养成个习惯了，只讲中文。啊，电池，哎，这个是小的，对。好，我们以前是用木头做的，都没有加电池。现在最新的消息是。Oh no！ 有的时候增加了100例，然后总数到现在是524。好好，我想买它们。好好啊。好。有一个是183。啊？等会儿是一个可控吗？好吧，给你。走。啊？哇，这。帮我去暂停一下吗？不可以。来，布鲁克林消防，你干嘛呀你啊？我带他去看看，楼下有挖土车。哦。啊？不用。暂停。去看挖土车。我去了，好吧。有工程车。有。有。你要穿衣服啊？啊，你把外衣穿上啊。不用。来啊，好。去。好开心啊！来就去。还不行吗？没有，我们要有一个新密码。不满足密码加哦，看一下，还不行，还要输数字。我们加个八，一、二、四、四、一、二、六，啊，这可以。就是另外一个密码，嗯，会说的。嗯。还有在干嘛？嗯，我还是开着。还开着。在拍。至少我转过去看一下哈。看哪个 YouTube 测试二那个，对不对？你要看哪个？你刚刚发的那个？对，我刚发那个还在一直开着吗？我现在看不到那个电脑上的东西了。还有，对，好。OK， 我现在要开始 start meeting。嗯？我想想啊，这样。
把我这个 YouTube 删掉，因为我现在手里边有这个，手机里边有 YouTube 这个 app， 如果没有这个 app， 可能可以。网页开可以。嗯。注意，嗯，也可以，你去这个网页也不错。看，现在四周很暖和，真的哈。发声音是什么？就在现场说的。今天有没有回去带孩子？姊妹在带。看一下。又带到岳母家了。带岳母家。我如果需要停课的话，你们家这俩孩子在家里边会把这个房子掀开了。玉立姊妹的小孩子啊。那些小朋友们搞一些活动，还有准备发一下那个。还要发到我这儿，看看能不能连进去。哎，这啊，那个，那个 Leo 啊。啊、你看那个还看得到吗？妈妈，我们还有好多种。爸爸。嗯。哇。明天你负责接待，站在门口带把枪，消毒水放里面，所有来的往出来的军士，把手伸出来，打两枪，对不对？好，打消毒水，每个人都打消毒水。哎，先放水试试看，不是掉。真好。好了好了，太棒了！来，装装水看能不能装。哦，他这个监控人在使用这个，你看看能不能上个热搜？我发那个链接。我发给。你发给我了。对。我发到群里面了，你可以看一下那个送的链接的那个，另外一个链接。好。
就是这个味道有点对，这么靠开正经。颜色有点怪怪的。这个的话比较下降的，所以它这个比较专业一点。对，然后你必须得下在这儿。对，它必须，这个是你必须得下，所以这个就变成有限制。所以还是要用到这个。但那跟这个的话是可以双降。等会儿我先下载这个软件啊，试一下。还有给我们推荐有几款 YouTube 的这个软件可以用。嗯哼。你的说非常清晰。嗯哼。然后我们。他发的是我那个。哦，你那个还在录。对，我这个还在录。你那个还在录 ，OK。你那个是发到那个 WhatsApp。对，我是在那个微信里面。OK， 所以两边都还在开。嗯，我看一下，六十，好了，再付给，就差这个摄像头屏幕。直播五十多分钟了啊，一堂聚会都直播完了。正装的话，你看添加，添加联系人，四元钱包，啊？那你要穿衣服，啊？所以你明天放消毒水，你站在门口负责，对不对？你不是这个消毒，一个喷一个，对。我喷你，喷你。没有那么多消毒水。现在都消毒水也不够。对。要线上就剩一个人。爸爸。可以就别了。嗯。然后你看看，送的话，可能还是小孩用的比较适合，不是很容易中毒。爸爸，我去外面消毒了。或者说就是这个，你是得瑟者，大概有七八个，七八个集中聚会点，对，然后可以，这里面如果是想要这个七八个点可以同时活动的话，就去跑动，稍微让你起码我们那个主要的服侍弟兄，有一个家里面你要能搞定这个才行，至少你服侍弟兄会知道，对，啊，那而且一个不行，还要多个，对。那个这个人我来不了。哦，这个送的话，你要有他的邮件，添加为联系人。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 star 一下。然后我这边 Zoom 上面好像是可以看到，啊，我可以看到他在直播，在 Zoom 上可以看到 Zoom 上，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关了，你看它上面的变化。哦，对。所以如果我现在 start 之后，它看得到，哦，然后我就按进去，然后比如说按会议，哦，然后它这边会出现，就像打电话一样，对，然后就把它加进来。哦，它得加进来，这样好使。对。哦。但这个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试了的，它是通过链接，也可以链接分享链接，或者每次电话，它是通过这个打群组电话也可以的。它有一个是通过这个加入，比如我现在加入这个会议 ID 36137485，我现在就先试开一下。那么这个再加入的话，等一下啊，我现在下载了，我已经注册了这个软件了，我现在就点加入会议。选择这个加入会议就不用打，但是你就要通过这个他的这个会议 ID， 你就可以直接进去。相互不是我看到了，哎，我一点进来之后自动就那啥了，加上好友了。他一次性可以，昨天试了，大概 iPad 九个，用电脑的话可以显示十几个，同时可以开到上面。然后他这样也是自己讲话，然后切换到上面，然后也可以自己设置，全部都可以看得到。对，可以一个在线的谬误，你看你要这样要照样照。但是靠得近才不见。然后它应该还有个模式是可以，对，它人多的时候它是什么？钓鱼。啊，你看。啊，这样可以了，这个这软件它就可以，这样可以找来可以三个屏幕。来，我们去掉。好，我找一个。找一个。好，这个是菜，这是第一个。这个是自己的屏幕都长在一块儿的，然后最左边那个，给你介绍一个娱乐。因为我们这现在是几个同时都录，声音的话在同一个设备之间。但是你看，如果这里添加了联系人，他联系人里面没有选择，放多一点，你可以看到他的 ID。嗯。比如说我这里，我只知道他的邮箱，我是通过邮箱添加的。对。但是没有办法知道。知道。但比如说你添加一个联系人，但是添加联系人是通过邮件的。对，通邮件。所以他不知道他的 ID。所以哪怕比如说我现在要跟他去会议，我得拨他，他得接，我才能进去。
那这样子我就不知道他的 ID。所以就只适合的话，就提前这个装好了，随时发几个 G 啊，对，发链接啊，你看，你可以添加联系人，你可以知道他什么时候上线。那这个也是一个，因为我们都知道的话还可以。那如果实在没有，你说啊，我知道你们小孩在上线，那我可以加你，你可以把我加进去。或者提前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meeting ID 给留下？因为他这里没办法，所以你每次你还是要知道。每次 ID 不一样。你没办法背这个 ，meeting ID 是一样的。嗯。他如果 meeting ID 是我通过 meeting ID， 你说这个。因为你这里不知道，所以你每次你都要去背这个，或者你要有一个名单写出来，这个是谁？你看啊，比如说，啊，你说这个人是谁哈？对，你要设置。就是通过邮件，可以，其实每次在线上都可以问一下。好，这个创建新邮件。对，可以问一下，可以直接填到那个，可以填到就是 existing 那个里面，把那个手机号，把那个把邮箱填到通过发这边。三六。你给他添加的时候只需要 meeting ID， 就用这个你把 meeting ID 就可以固定的了。每次的 meeting ID 可以固定的。没有办法。你可以，你可以 join meeting ID， 但是你每一次输进去，你还是要输 meeting ID。它不会保存，那我也是在想，它能不能保存是个问题。可以保存，这一点就是保存了，没事。我看一下。所以我昨天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到底该怎么弄。三六五四七 ，OK。可以保存。可以保存。点下来。把记录。它只有记录，但不会保存。你说把这个文件给它保存。对。因为我昨天我加了这个。对，所以它会保存进去，自动保存，对，那也行。对，所以它的话，就好每次就只需要一次嘛，添加过就可以。对，不要乱跑啊，等一下啊。那也行，至少还可以。对。那这个关保，它是每个人都有一个 personal 的 ID。对，所以每注册一个账号，它就有一个 ID 给你。然后这里你看，它可以 share screen， 就主电脑可以。对。然后再 invite。可以邀请。invite 的话，我试一下。这意思说现在就是开始了。就像打电话一样。对。打了接进去。嗯。对，也行。那就是像比如我们胡适弟兄，就把 Gmail 什么都加了，注册账号之后。对，然后都加之后，然后就可以比如说打开，然后把这些弟兄们加进去，直接一个一个打过去，那就可以上线。就是我们周一的时候交通一下，因为那一天加，然后还有一个去的那家就直接把人先加进去。这样的话，就让大家先注册个账号。嗯，他们注册账号是用邮件先注册的，所以到最后加联系人是通过邮件来加的。是。对，这个是必须通过 app。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直播版每次都是停一次，断一次，所以他说注那个加强，录一下试试，然后可以的话，这就不做了。也把这个试试，然后回去。如果我会所谓的第六条，那这个应该不错。嗯哼。我昨天是看了一下，是蛮不错的。它也可以，不像我们这个 YouTube， 你看图片看不清楚。它甚至你就是直接用电脑 PPT 啊什么的都可以直接。你看到这个，它是可以添加这个联系人吗？还是可以添加频道？加不了，它没办法弄成频道。我先出去一下。可以研究一下我们的频道怎么弄。频道。
处理，还有人工，对，空气。嗯，它这个设备可能也还不那么完备，你就看，我刚我要圈去把 picture 来圈一下，它必须得到网页上去圈。对，但效果还是可以，至少它是专门用。电玩哦。你好棒。对，现在就是必须得下去。你按照这个手势是啥？看一看，那是给坐飞机的时候。我看看有没有电话的怎么这个就可以可以电话来接。对，可以，这就可以了。同时你可以启动那个手机里边，手机里边的一些自己匹配。这个鱼也可以带带，自己匹配。我现在是匹配的。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它出现就是这样子，对，你就可以贴在那边压嘛。因为它你认识习近平，你学一下我，我听一下我。习近平出来说坐飞机的时候，他就要从这里走下来。他们从这里是专门给飞机到的时候用。习近平跟人太多，跟什么利益人嘛？来。这个车又不一样，这个车子别的嘛，晕了我。这是熊狗，我操！这个车是飞机来的时候，它开到飞机前面去的。这个 search 哦，可以。可以把它。我知道，你知道怎么打？在这里，啊！我才不信你会打开，打开吗？它会变成这样子，我在使用，发信息给，发短信给，所以没有用。但是男生这样，哦，对，他不是男生用，他知道你有，对，男生要，所以这个还是要邮件添加，不要先把箱子弄。他这只是邀请。对，如果你发我，买我家，如果有的话，他是不是直接啊？直接就把那个饭盒就藏起来了。是不是？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哎，我检查检查检查。为什么？你看，直接把随身都携带到。还是不行。啊，一会儿就变成我们，不是下载。快点来做，这个点专利造成。但是你这边还没，还是没出现。你应该出现。因为已经失联了。没有。好，这是你没加我。嗯，你还是没加我。哎，这个原来是。这个邀请只是邀请，你最后还是要去加。这个他是大幅走。因为你并没有加到我。对，所以他这个在社交平台来说的话，他里面有关系，他最起码他是开会的，对，不是社交的，开会用的，所以还是要通过邮件添加。还有好多。不是，他这里边也直接 schedule meeting。爸爸，这个也要带回家，这个也要。好多回。好多。那上次有一个朋友啊，对。OK。来，大家给我装。我看一定这样子才是添加。等会那个。没有，他添加一定是通过邮件。邮件。你注册了，你就你 sign in 了之后，他才是先注册，然后你有这个。邮件有这个的，把你那边的批准，对不对？已经可以了。嗯，对，现在听到了。好，就相当于会议版的微信。啊，这也可以聊天。对，你有聊天功能。电池。微信版的微信。这
现在可以直接这个提问交流，直接 schedule meeting 在这里边啊。要。要。那这个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得需要这个账户呢？就是每个人都得需要这个付钱的账户才能。不用。要不然就不需要主账户就需要。只需要主账户，就我昨天上去，只有盛坤的那个是主账户，他有吗？他可以超过40%的，那就可以。我们会所录一个其实可以。嗯哼，那没事，你还要用会所的账号，对不对？到时候看看。要用水的，这就适合这个下一个。嗯哼。因为你看看到时候，如果小牌也都需要的话，那就说明每一个小牌的他都需要。那最起码小孩可以，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拿了。对，你觉得家开家的弟兄，要设置这个家的这个证的话，他得有账，他得必须每个月购置100，一年120-130。那其实如果是家的话，是就完全可以用 FaceTime 或者什么。对，所以就多项考虑。如果说不太需要这些的话，因为这个的话，它主要方便就是。你还可以用 PPT， 对，就是会所式的，对，这个可以。是，就比如说，如果昨天晚上我们来不了，嗯，那用这个，但就是说考虑看看这个长期性，如果不常用到的话，可能也不需要这个，嗯，因为这个还要花钱去做。是，如果只是40分钟的话，大不了我们出去再去买。打岔，打岔。嗯，但是如果说。用 FaceTime 的话可以，啊 ，FaceTime。方的放不进去，对，这个的话可以共享一些文件。现在找对方，对的。那用 Frequency Phone Call 的话，就是对。对，公平正义，对。FaceTime 好像可以，添加几个，一起。我说，我现在先添加你。你跟 Steven 对，你们三个齐进了群啊。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怎么进去。哦，可以，我再加一个 Steven。这个软件做的废。Steven， 嗯，你有 FaceTime 吗？Yes， 都有。OK， 我现在测试我们三个。怎么进群啊？好，他就新建的 FaceTime 通话，然后一直加人，就是加几个人，然后试试看。这样做是可能没有 FaceTime， 对，因为那个还没成功，没成功。没反应吗？你感觉？你应该是被设置了什么？也不知道，我怎么手机上没有看见过？但就是看到说可以几个人，对，只有几个人。因为你看看，是因为现在我软件版本不是，你搜索 FaceTime， 不是那你下来说，对，这是他说，他说，飞机走出来说，全部删掉，啊？以前是可以删掉的，是吧？你说这个没有听懂。我是。啊？这个应该是突然删掉了。下来的为什么就删不了呢？可以，现在可以删。所以你看，这有些就被洗了。对，不是。像你我知道 Emmanuel 不能上微信群。有 restriction。对对对。你知道什么吗？那个。我上次你看，你发微信给我来的话，我 FaceTime 应该会有 restriction。不
里面有语法，微信用户是语法无法相持。我认为这个我都说了没用过，你要照一张这个来看，这个是。哎，我这个也是最新的 up to date， 为什么不让我装 FaceTime 呢？真的？对啊。对啊，为什么不让你装？对啊。这是 make sense。嗯。所以你看，我觉得这 FaceTime 好久没用到了。我们。对啊，你应该是 setting 里面做了什么？哇，这个太厉害了，连苹果自己的软件都可以显示不了了。我也没越过狱啊，这个。对啊，我这边有 FaceTime。你设置了啥？对，因为我这里边没有。好，啥意思？我在这边在这里你要查那蓝血我问一下同学同学他是我的设备他说他有血嗯他不能让我选择没有我告诉我的是双选嗯是啥那一张没办法好如果你再你这样子出去然后好这样子好那一张这设计师。Hello。哦，脑子。不是，不是。我们这个设计师是 FaceTime。还是没有出来吗？啊，出来，最上面。好，这个好。Hello。我是他们干的。我如果要这么厉害的话，那么厉害。Hello。我凭什么这么厉害？你娘的娘牛！牛什么呀？等等，你看，你在这前面跳舞，给大家看。大家都在看你，现在也没人。现在应该是现在应该是朱启吧？我是上面可以看到几个？没说通的人，现在还一个人。哎呀 ，FaceTime， 这不知道不知道。Hello。你 Google 一下，你就写个那个 FaceTime restriction。难道是我的电话没有？现在你在干嘛？你的脸，你的头好大。哇哦！现在你看那，现在你看那后面。
彭泰丽哥听得到吗 ？Hello， 彭泰丽哥 ，Hello， 彭泰丽哥，哎，行行，好跟爷说话，彭总啊。Hello， 奇怪了，你那个听都听不见。我连上蓝牙。To connect Jabra Speak 710, go to the Bluetooth menu on your mobile device and select it from the list. 我上个手又发通知了。太紧张了。至于吗？嗯。不是也不至于取消。对。对，明天全起到我们这边。刚刚客户还问我明天有没有主意，哇，真好。所以我们明天会爆满吗？我也不知道啊。最起码人家这个市政府、州政府也没说那个取消那个五百人采取过来。对呀、啊。就把这政府规定好了。只有一人在看吗？我的频道好烂啊，没有人在看。大家都在忙，什么周六？嗯，看这个 stats。是因为那个叫什么 Screen Time 那个它自带的软件。它里面有一项功能叫 Content Restriction， 然后呢，你进在里面之后的话呢，它要求你输入一个这个什么 passcode， 这个 passcode 的密码设置，很奇怪，这个它把自己的软件把自己的东西给屏蔽掉，因为我从来没动过这个功能设置，是不是想想弄的？他乱按的，想想你又乱按了是吧？你不能乱动这些东西。等一下，我也弄一下。来，给大家表演表演啊！真的假的？这个装都要装在窝嘛，什么 pocket， 不要装机器人，直接过去就知道。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会收到好多电话。对。我装大的电话。你看这些消息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假的吗？这些也都是假的。美国纽约分消毒水啊，这些都是假的。哦 ，OK。都是假的，因为他说那个消毒水，如果有的能力的话，他有的事的话，就不至于弄了一个什么200人的一个停车的一个检测，而是那个200人每天能检测200，那他得预约。他如果有这个技术的话，他早就把这些主要的高速路就设置好了。他是还放哪个 C 位？严重的超额能力了吧？哎，你看现在发这些消息的，通常都是发中文，发中文的这些全部都是假的。对。现在手机随时都会接到讲中文的，要什么你银行账户出问题了，你解决我的妈呀！这就是中国人做的事。Hands free。我就故意试试，我说哎，中国人服务吗？我说你打给我了，知道要服务什么了？他马上就忘了。啊。被他骗取好多种。对，我说哎呀，你弄高招一点，能弄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真浪费时间。对，这些人好多都是华人在东南亚，对呀，去年什么时候吧，搞完了，有人从台湾人到全都大陆跑到台湾去了，然后他在东南亚我也抓住好，抓住100多了。台湾培训，台湾专门输出这个诈骗集团，啊。然后把他们抓了以后送到中国去，越地消灭，关起来看他们怕不怕？越地消灭账号，啊，禁止不报。对，把台湾抓了，把台湾人在东南亚抓了，送到中国去。加一下越地消灭。让这个蔡英文提出抗议说，这是我们台湾人招来怪，对吧？招来怪，还要不要？那是。大哥电池来了。
有吧？都要有最大电池症状。也只有小电池。干嘛？感谢你。干嘛 ？Emmanuel 刚才把那个Ricky 今天上午发过来的一个信息，转到那个大群里去。对啊，都看到了。本来的回复，发了一个Emmanuel 做什么被屏蔽掉了。这真是主播，这是主播，一下就把这个东西给岔掉了。Ricky 发的是啥 ？Ricky 弟兄他给这个儿童福利的子民们发了一个邮件，他就里面提到说这个接下来有九个贵族的求婚，是谁跟他求婚？对吧？这个明显是有些地方是怪怪的。对呀、啊，这差到一边去了。就我通常发这么长的，我都不去看英文。我一看我头疼。对，你都在小屏幕，你翻好长时间。对呀、啊。所以昨天那个我好容易给他弄到一页纸，我记得让大家打开一点。而且我现在发现，在线上，华语的不适合听英文，注意力肯定不集中。而且翻译，他大脑在翻译的话，两种语言我也听不进去。所以有时候周五晚上也是啊，在干嘛？多了，在没人，没人啊，没人、啊。有人也没关系啊，我们现在在聊了。你看，现在这个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嗯哼，一个半小时了。所以整体录的话，等一下我们再看看它能不能保存。是。如果能保存的话，这个回头还是可以看。比如说今天，哎呀，我们早上刚好来不及，那我等一下再看一下今天主题。一个多小时了 ，OK， 好。所以设备没问题了嘛？就暂且用这个。还有一个小时，你是说什么？你是说它有容量有限制吗？没有，但就是说它是保存在应该是网站上 ，Google Drive 里面吧。对，但如果是保存在网站上，它可能跟 Google 限制。对，跟 Google Drive 里面有限制，到时候你还得买一下 Google Drive。对，所以我们可能一段时间就要把它给删了，或者说我们保留在。只保留在我们自己的，比如说电脑里。其实这个的话，就是像什么，有一些总理团诸位他们都然后我录掉。你最开始也是讲要录嘛，啊，后来就断了，还是应该有的。但录的话，保存在，因为一个视频的容量太大。是容量比较大。如果只是音频的话还好。银行部门。对，你看，现在。起来，刚刚电话放，讲完半三十秒钟就打来。这到你们银行大客户了啊！银行大客户啊！啊！当三十秒讲完，他就打过来了啊！过来给他传个福音！我的妈呀！你看就，现在我白天基本上一打全全部都是免打扰模式，就让自己睡觉，因为要不然一天怕不完整的电话。我一天平均两，而且都是从芝加哥的号码。马上就这么讲，我还你姓九吗？九得胜。打着赌的谎开始啥了哈？你在 California 的。哎呀，对。我特想到这种。基本上我现在是白天遇到认识的这个不法的事情了啊，就往主身上开始这个扣锅了。不是他是怎么有效吗？在美国，对，是华人注册的电话，甚至全部在国内的话是好多老人，就是那种就是很好的老人，就是半老不人啊，独居老人啊，独居老人身边没有邻居人嘛，他本来也是孤单，然后有一些的话是通过电话，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把这个小区的一些老人收集起来之后，拉到郊区，拉到郊区让你玩一天，完了之后的话呢，大账单就来了。这个理解就是说，这地方还是没那么高端，就是保健，哦，保健，就是保健而已的。这样的，对。所以你潜在知道老人身上都有点情绪。我看到吗？对，这个是。应该就
就这样子直播吧。我拍个照片可以用啊，不对，至少我明天没问题。对啊，我们还有两台都可以。对啊，对，对，台会电话。等一下，看这里。哎，两台的话，可不可以给一个两个的视角就是切换？我就怕到时候声音会太干预了吧。这个周一的话，不知道大家能来到现场多少，要不然测试一下，试一下做。但是有些不会啊。啊、嗯。明天，那这么说明天我们得弄。明天就不是弟兄们多吃饭的时候多装一下，完了之后周一的话正好正测试一下，然后估计不会每个人都来嘛。啊、这样的话我也会。因为 Emmanuel 这个来不了，对，好几周。对，测试一下，这样的话效果。这些老师用那个点赞啊。嗯，那个可以吗？里面就平常都用那个。还用那个看。对。Steven， 你这个还是挺危险的。嗯、对。我就怕它掉下来。这个就是公务了。还有，你这个麦克风可以用吗？可以啊。可以用，对。那我已经接这里，我已经接这里。哦，接这里。啊、所以刚才测试了，接这个跟用电脑的。哇！因为毕竟这个是专业的。你干嘛呢你？对吧？对吧？换个电池。啊。OK， 明天没问题了。对。Webcam 应该是需要的， Camcorder 可能就不需要了，太麻烦了。有不同吗？爷爷 ，Webcam 跟肯定说那个是不同的。哦，这不同的，好，你这也有好东西，好朋友分享。哇，这个 webcam 我们倒是可以试试看 VR 的。VR 有吗？我是说，啊 ，VR 的。对，但它需要那个地方的人也需要带。This is gonna be so much fun. 对，真是。Thank you. 我也是说 VR 的。哇。加一张去，看到耳朵是好近。就后面一点，那个在前面两块钱，你就听到啊，而换一个电视。不是，哇！来坐后面一点，坐后面一点，因为在前面了。来，换近一点，来。七块钱。来坐后面一点，卖了这么多。不是，这斜这么好看，眼睛会斜掉。坐后面，快点。哦，这个。那边后面大一点。小心，小心，来这边。哎，好，这个车你带回去哈。那个是飞机来的时候上下飞机的。这个不错，这个。直接往上一放，或者再支架。有 night vision 的，不是？是不好看，光电电视，找到了。Listen.
Steven 说要不要选camera 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广角，对吧？对呀、啊，要广角的。看看这个 webcam 有没有广角？够广。我们上网买一个。那、啊、好，好。目前可能就 camcorder 就不需要了。嗯，我就用广角的 webcam 应该。好，我把 n streaming 了哈，我停下来了。这已经多久了？有他们要。呀，一小时15分钟。